你是否知道，在我们进入梦乡的时候，身体可能正在悄悄发出血压升高的信号？高血压，这个被称为“无声杀手”的疾病，正严重威胁着现代人的健康。据统计，全球约有十亿人患有高血压，而在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接近三亿，并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很多人在血压升高的初期毫无察觉。 往往等到出现严重并发症时才追悔莫及。其实，我们的身体在睡觉时会有一些细微的表现，如果能及时捕捉到这些信号，或许就能早早发现血压升高的端倪，从而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干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睡觉时哪些表现可能意味着血压升高，以及医生所指出的导致血压升高的六种食物元凶一。 睡觉时血压升高的三个表现：一头痛、头晕。当我们在睡眠中出现头痛、头晕的症状时，这很可能是血压升高的一个重要信号。一般来说，这种头痛多发生在清晨醒来时，疼痛的部位主要集中在太阳穴或后脑勺，疼痛的性质可能是胀痛、刺痛或钝痛，程度轻重不一。头晕则表现为头部昏沉、眩晕。 感觉周围的物体在旋转，或者自己的身体在晃动，有时甚至会伴有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为什么血压升高会导致头痛、头晕呢？这是因为当血压升高时，脑部的血管会受到较大的压力，血管壁被迫扩张，从而刺激了周围的神经末梢，引发头痛。同时，血压升高还会影响脑部的血液循环。 导致脑部供血不足或脑血管痉挛，进而引起头晕。如果您在睡眠中频繁出现头痛、头晕的症状，尤其是在起床后一段时间内症状仍未缓解，一定要警惕血压升高的可能，及时测量血压并就医。二、心慌、心悸，在睡觉时感到心慌、心悸也是血压升高的常见表现之一。这种心慌。 心悸的感觉就像是心脏在胸腔里扑通扑通的剧烈跳动，有时会突然惊醒，让人感到十分不安。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出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等症状，甚至会影响到正常的睡眠质量。血压升高为什么会引发心慌、心悸呢？这是因为血压升高会增加心脏的负担，使心脏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来泵血。 以维持全身的血液循环。长期处于这种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下，心脏的肌肉会逐渐肥厚，心脏的节律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心慌、心悸等心律失常的症状。此外，血压升高还可能导致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使心肌供血不足，进一步加重心慌、心悸的症状。如果您在睡眠中经常出现心慌， 心悸的情况千万不要忽视，应尽快到医院进行相关检查，如心电图、心脏超声等，以明确病因并及时治疗。三、夜尿增多，正常情况下，人在夜间的排尿次数一般为零两次。如果您发现自己在睡觉时夜尿明显增多，每晚排尿次数达到三次以上，这也可能是血压升高的一个提示信号。 夜尿增多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还可能导致身体水分和电解质的失衡，对身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那么，血压升高与夜尿增多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当血压升高时，肾脏的血管会受到损伤，肾脏的过滤功能和重吸收功能会出现障碍，肾脏无法有效的过滤血液中的水分和废物，导致尿液生成增多。 同时，血压升高还会刺激肾脏分泌一种叫做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 r o s s 的物质。这种物质会进一步促进肾脏对钠和水的重吸收，使尿液中的水分减少，从而增加了尿液的生成量。因此，如果您出现了夜尿增多的现象，除了考虑泌尿系统疾病外，也要警惕血压升高的可能性。 及时测量血压，并进行肾功能检查。二、导致血压升高的六种食物元凶。一、高盐食物。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但过量摄入盐却是导致血压升高的重要因素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的盐摄入量应不超过五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盐摄入量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 高盐食物如咸菜、腌肉、火腿、方便面、薯片等，这些食物中含有大量的氯化钠。当我们摄入过多的盐时，身体会保留更多的水分，以维持体内的渗透压平衡，这样就会增加血容量，使血压升高。长期高盐饮食还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进一步加重高血压的病情。因此， 为了控制血压，我们应尽量减少高盐食物的摄入，养成清淡饮食的习惯。二、高脂肪食物，高脂肪食物也是血压升高的帮凶之一。这类食物主要包括动物内脏，如猪肝、猪心、猪肚等；油炸食品，如炸鸡、炸薯条、油条等；奶油、黄油、肥肉等。这些食物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 过量摄入会导致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升高，使血液变得粘稠，血流速度减慢，从而增加心脏和血管的负担，导致血压升高。此外，高脂肪饮食还容易引起肥胖，而肥胖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因此，我们应适量控制高脂肪食物的摄入。 多吃一些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如鱼类、坚果、橄榄油等，以维持血脂的平衡，降低血压升高的风险。三、高糖食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高糖食物的摄入量也在不断增加。常见的高糖食物有糖果、巧克力、蛋糕、饼干、饮料，如可乐、雪碧、果汁饮料等等。 这些食物中含有大量的添加糖。当我们摄入过多的糖时，身体会将多余的糖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导致体重增加。肥胖会引起胰岛素抵抗，使身体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维持血糖的稳定。胰岛素具有升高血压的作用，长期高糖饮食会导致胰岛素水平持续升高，从而使血压升高。此外， 高糖饮食还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因此，为了保持血压稳定，我们应减少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喝水，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以满足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需求。四、辛辣食物，辛辣食物如辣椒、花椒、芥末、咖喱等，虽然能给我们的味蕾带来刺激。 但过量食用却可能对血压产生不良影响。辛辣食物具有较强的刺激性，会使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此外，辛辣食物还可能导致胃肠道不适，影响消化功能，间接影响血压的稳定。对于已经患有高血压的患者来说，食用过多的辛辣食物可能会诱发血压波动，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 因此，高血压患者应尽量少吃辛辣食物，保持饮食的温和清淡。五、酒精，酒精是一种常见的饮品，但过量饮酒却是导致血压升高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研究表明，饮酒量与血压水平成正相关，即饮酒越多，血压升高的幅度越大。酒精进入人体后，会刺激血管收缩，使外周血管阻力增加。 从而导致血压升高，同时酒精还会影响心脏的功能，使心肌收缩力减弱，心率加快，进一步加重心脏和血管的负担。长期大量饮酒还会损伤肝脏、肾脏等重要脏器，影响身体的代谢功能，使血压难以控制。因此，为了预防和控制高血压，我们应尽量减少饮酒量，最好能戒酒。如果实在无法戒酒， 男性每天的饮酒量应不超过二十五克酒精，相当于七百五十毫升啤酒、两百五十毫升葡萄酒或七十五毫升三十八度白酒。女性每天的饮酒量应不超过十五克酒精。六、咖啡，咖啡是很多人喜爱的饮品，它含有咖啡因等成分，具有提神醒脑的作用。然而，过量饮用咖啡也可能导致血压升高。 咖啡因会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使交感神经兴奋，释放肾上腺素等激素，从而导致心跳加快、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血压就偏高或者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来说，饮用咖啡后血压升高的幅度可能会更为明显。虽然适量饮用咖啡，每天一二杯，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安全的。 但如果您已经患有高血压或者存在血压升高的风险，建议您减少咖啡的摄入量，或者选择低咖啡因或无咖啡因的咖啡饮品。三、如何预防和控制血压升高？一、定期测量血压。定期测量血压是早期发现血压升高的关键。建议成年人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肥胖、长期高盐饮食。 缺乏运动等高血压高危人群，应增加测量血压的次数，至少每半年测量一次。如果发现血压异常，应及时就医，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诊断，并在医生的指导下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二、健康饮食，合理的饮食结构对于预防和控制血压升高至关重要。我们应遵循低盐、低脂、低糖的饮食原则。 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如新鲜的水果、蔬菜、全谷物、豆类、鱼类等。同时要注意控制食物的摄入量，避免暴饮暴食，保持体重在正常范围内。此外，还应减少饮酒量，避免吸烟，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三、适量运动，适量的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 提高身体的代谢水平，有助于控制体重、降低血压。建议每周进行至少一百五十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也可以结合一些力量训练，如举重、俯卧撑、仰卧起坐等。运动应循序渐进，避免过度劳累和剧烈运动。运动前最好先进行热身活动。 运动后要进行放松运动。四、减轻压力。长期的精神紧张、压力过大也是导致血压升高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们应学会合理的减轻压力，保持心情舒畅。可以通过听音乐、看电影、旅游、与朋友聊天、参加社交活动等方式来缓解压力、放松身心。此外，还可以学习一些放松技巧。 如深呼吸、冥想、瑜伽等，这些方法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降低血压。五、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或睡眠质量差会影响身体的正常代谢和生理功能，导致血压升高。因此，我们应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时间。一般成年人每晚应睡七至八小时。要注意营造一个安静、舒适。 黑暗的睡眠环境，避免在睡前使用电子设备，以免影响睡眠质量。总之，高血压是一种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的疾病，但只要我们能够及时发现血压升高的信号，了解导致血压升高的危险因素，并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就能够降低高血压的发生风险，保持身体健康。希望通过今天的视频。 大家能够对睡觉时血压升高的表现以及相关的预防知识有更深入的了解，让我们一起关注血压，守护健康。